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么呢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《荒野大镖客2》线上最新的刷经验的方式。那么呢，首先呢，你需要有一个收藏家的职业，然后呢，去找一朵美洲野花，保持这个野花呢在你的马的左侧，然后下马。这个时候会提示可以拿取啊，失去巧克力雏菊。当你失去雏菊了之后呢，就立马打开菜单，然后准备重生。当人物停下来的时候呢，就点击重生。这个时候你拿到了巧克力雏菊，同时呢，这个雏菊还不会消失，你重复收集，这是一个 bug， 可以让你重复收集，每次100经验值。然后呢，每次收集到10个啊，达到上限了就可以把它给卖掉，然后再来重复收集了。当你重生了之后呢，就上马下马啊，它就会提示还可以再收集一次这个巧克力雏菊啊。这个时候呢，重复这项操作就行了啊。那么呢，什么时候重生呢？当你人物走到这个巧克力雏菊，准备停下来啊，刚好停下来的时候就重生就好了。这重生的时间呢，你要掌握好。如果你太晚的话呢，这个美洲的野花是会被给收掉的啊，这样的话你就不可以重复收集了。如果太早的话，你是收不到的啊。不过呢，太早啊总比你太晚好，对不对？太早的话，你还有机会再重试一遍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、硬币、收藏、加关注、加分享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